蜜恋七年终于公开了。台语歌后蔡秋凤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，男方在新加坡有头有脸，未来一定是幸福的日子啊。台语歌后蔡秋凤出道25年，以唱苦情歌出名，当年她以一首《金包银》红遍全台，甚至连海外的华人都为之疯狂。蔡秋凤不但歌唱实力惊人，更越活越年轻，50岁的她成功冻龄，常在脸书上 PO 出素颜照的她，每次都让众人感到惊艳。然而这些年来，蔡秋凤的感情世界一直如谜，有很多人追的她却始终对外坚称单身。7年前，蔡秋凤因为国外经纪人与小她5岁的黄敏来认识，对方只知道蔡秋凤是台湾歌手，并不知道她在台湾那么红。黄敏来是新加坡的螃蟹小开，事业成功的她与蔡秋凤7年来聚少离多，以远距离的方式交往。蔡秋凤不确定这段感情会不会开花结果，所以对外一直坚称万年单身。不过日前好友包伟明结婚，蔡秋凤竟难得高调带入男伴黄敏来现身，且手上还多了男友送上价值500万的钻戒。许多人都揣测俩人好事近了，但蔡秋凤脸上虽洋溢住幸福，只暧昧地说有好消息一定会跟大家说。据悉，由于黄敏来工作繁忙，小俩口感情稳定幸福，但婚期还无法确定。蔡秋凤出生于台湾云林县四湖乡，台湾台语女歌手，